咱秀潭吼，咱保生姜，咱保生大地，咱保生大地吼，就是咱是咱秀潭无底潭吼的信仰中心。所以平常大家在修行的时阵吼，拢会咧拍土豆、拍五谷。啊，这原本吼，窟啦吼，无底潭是到也到遮的，了头前拢是吼窟啦，吼拢是迄落咱无底潭的迄落地，吼啊，所以才为着咱整体吼。增加一个信用，所以头前啊都徛就是咱的无底潭啊咧。哎吼，咱这秀潭吼，咱也来参加聊。理事长，请问一下，他们把葱都聚集来这边是要做什么？对，即摆咧休闲吼，啊，所以咱即摆吼爱拣种的，拣种的好料上市场，啊，市场又参加吼八九工，又要先拣，先拣了吼，啊，搁白白白白白白的了吼，啊，搁来只来只吼底下边吼，需要清洁，需要水，啊，需要水吼，才搁上市场，哦，这算一个步骤安尼。来，天伟，恁好吼，我来介绍吼，咱这秀武潭吼，咱头壳吼，诶，迄个秀潭社区，咱遮做起来吼，伊有迄个生态部分吼，已经栖息啊，已经迄个一些天然的吼，诶，一寡资料，啊，所以这位遮过，这嘛算有牛车道，这我设计在来啊，嘿，啊，所以位遮你来看，你来行，嘿，这种是迄个那边有三两两岩的，所以这生态池吼做起来吼，诶，一寡迄个动植物吼，伊拢会当遮栖息，啊，水吼伤大的时阵，你加解处理。是要计划成这边要做什么用的？啊，听我讲吼，这起来就是变控油区，啊，这生态饲料吼，啊，就是控油吼，因为这广场啊起来就水的，啊，所以即摆在做当中来讲吼，啊，所以咱整个都期待讲，这紧起来，啊，所以就不要办一个活动，啊，因为即摆安尼起来吼，变成讲咱整个对这个活动吼，已经变夏日市集吼，啊，就是讲把这吼，因为咱都是大路卡尔，啊，咱淳朴的吼，农家吼，啊，就只已经感觉到咱整个这种吼夏日市集，只慢慢炒啊炒起来。哦，这是咱秀潭吼，而且吼向往的吼一个，那秀潭讲，杨家古厝吼，这红砖啊遐生活足久，所以这个是这个建筑吼，也是可以特色。像阮秀潭吼，社区的特色手工面线即马到啊，吼，啊，即我林长，咱杨董的来，嘿，秋干五十外档的面线，嘿，你安怎做较好食？因为即就爱软有够，嘿，软有够，哦，软，伊的程度拄啊好，哦，算软的功夫很程度，走的时间啦，哦，所以你要占伊的时间点就对了，啊，拗的时间嘛，拗吼，你无食一条拗，你就得算两遍、三遍。好，爱三遍摇的对吧？一遍摇者，啊，一遍摇者。一遍摇的休困。好好好。哎，差你也休困，休困就接过去。哎，没有直接啦，直接。都来到咱秀潭吼，手工拉面馆吼，伊只多秋干的拢有。啊，你看做一包很大包哦，拢正秋干的，五十外担啊。对，那理事长，我们现在我们有一个网络，有个网页，有个平台。好，那我们在这页面里面看到有社区介绍、社区观光、人文风情跟社区产业这些内容。那像是面线的话，我们可以放在那个这个特色产品里面，那我们就可以点进去设定。那这是就是点进去设定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那个面线的那些照片啊，然后它的商品的那些价格都摆上去。那如果别人逛到这个网页，他想买的话，他就可以透过这个网页来跟我们购买面线这样。那我们刚才有经过那个处理葱的地方，那我们可以把那个放在这边，放在这个平台上，那这样子人家就可以比较了解这个社区啊。不仅这样子，就是我们刚刚有一些那些还在建设的观光景点，他们也可以透过这个平台更了解我们这个秀潭社区。好啊，安尼等我们社区能有空了，足好的空间，产品才能去来吃佚佗的，能等社区杀出去，哇，足好的平台吼。